温馨感恩的圣诞节，富里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小天使们，在园长以及老师的带领下，穿着着原住民的服饰，来到富里分驻所报佳音，童言童语，热力四射的舞蹈，也融化了执法警察们的心，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小小公主、小小勇士高唱圣诞歌曲，欢乐喜庆的歌声划破了富里分驻所周围安静的空气，现场顿时热闹了起来。富里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，在园长以及老师的带领下，身穿传统华丽的原住民服饰，以及带着温暖的祝福降临到富里分驻所，童言童语及热力四射的舞蹈，让平日严肃执法的警察们十分感动，也露出难得的笑容，立刻充当了圣诞老公公，发送糖果给这一群可爱的小公主、小勇士们，气氛热络。圣诞节除了宗教性，现在更是全球彼此分享、相互传爱的活动。富里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带着满满的欢乐与辛苦，维护治安、守护人民安全的玻璃市大人们共度圣诞佳节，祝福他们平安健康。记者石玉兰，富里采访报道。